他说：“那天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他已经死了。”他还说：“在这个年代，死很容易，活着的更难。”剩我一个，那是你命好哎。我装死了，我的兄弟1600多人，拼了3天3夜。亏死于那帮畜生，就站在后面一动不动的，看着我那帮兄弟就这样一个一个的都没了，他说那天他遇到了一个女人，
在废弃的破屋里过了一夜。不知是那碗粥，还是那个女人，让他感觉，原来他还活着。饭吃，去大街破房前蹲着。他说，第一次碰到我的那天，天是灰蒙蒙的，跟他的心情一样。可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是个晴天。阳光刺眼，吃完粥跟我去干玩命的活。吃完干活，抢！抢了！抢！来，快点，你们别站着，抢啊抢！快了，快点说！你这么能打，跟我，我带你见大哥。他后来说，你们胆大包天，竟敢抢军队的粮食。我说，方圆百里必无粮，饿都饿死，管他谁的粮。
那天他不但救了我，他还在教我大蛇打七寸，擒贼先擒王。啊，今天晚上在这里大吃一顿。你怎么一个人呢？我是从家里头跑出来的。听口音，你是扬州人呢？你听出来了？你怎么还能听出我是扬州口音啊？哎，你听过扬州瘦马吗？就是找些漂亮的小女孩，教她们琴棋书画，养大了以后卖给夫人做妾，是吧？不过我15岁那年刚要被卖出去，小时候带我一起玩的朋友就把我给抢回来了，他还杀了人，就带我躲进山里做了匪。他不知道你已经变了，还以为救了你。他是好人。安心上路，安心上路。大哥定的规矩，留下空位斟满酒，敬死去的兄弟。你在军中是个头，过去的事了，为何离开？来喝。大家都是朝廷的兵，
约好联手消灭敌军，亏子英出尔反尔，寡不敌众，我的兄弟就这样死光了。天大地大，没有兄弟情大，是吧？这年头没有兄弟活不下去。武阳，吃饭嘞。好。新召回村的人都会留下吗？有饭吃谁不留下。对了，来了一个姓庞的，很厉害，他走不走我就不知道。那漂亮吧，死人身上捡的。你晓得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保平安的。是真的吗？我一直等在那儿，还以为是梦呢。既然跑了，干嘛还回来呀？跑了很多次了，想的挺好，每次都是回来。躲在这儿。你为什么不看着我？你以为抢了粮车，粮食就归你了吗？而今是给你们个机会，报效朝廷。哼，走。
枪，就跟他们拼了。你是送死，这么活着还不如死。狗的命永远被人追。为什么不投军？投了军有军饷，有了军饷就可以买粮食养家糊口，投了军有枪炮，有了枪炮就没人敢欺负我们，这村子才真的太平。我们是土匪，朝廷能收我们？魁子营嚣张势大力强，我们这点人他们根本看不上。倒是军机处的陈巩正缺人手，他的绿营兵常被魁子营欺负，一直想壮大势力。如果我们投他，那真是雪中送炭了。二虎，抓住这个机会，让今天的事永远不要再发生。好。党匪，我们要当最大的。你以前是清军，现在带我们投军，不黑不白的，凭什么信你？那投名状。兄弟结义，各杀一个外人，断绝后路，以示忠诚。从此，兄弟的命是命，其他的皆可杀。那天我问他，拿了投名状，永远没有退路，你愿意吗？大爷来放我们了。他没吭声。哎，大爷，怎么回事？来狗日的，你干什么你？没找你们，没惹你们的。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不就是从你们村路过了？记住我这条命，下回投胎找我报仇。今有庞青云、赵二虎、江武阳，那投名状，结兄弟，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扶。外人若兄弟者，是投名状，必杀之。兄弟若兄弟者，是投名状，必杀之。天地作证，三国有名，有为此事，天地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其实他不相信投名状。我问，那你信什么？他说他相信二哥，还有我。等会儿，把这鞋带上，路上要小心啊！以后你要再打仗的时候可别闪路啊！二五哥，二五哥。十几名，带着一群人走了，就留一句话，说誓死也不能轻命。说你带一营兵在贺川伏击太平军，竟然全军覆没，两个月没见还敢回来？陈大人，贺
贺川一战，江大人派魁子营在我左翼护守，何魁临阵未敌，退兵30里，我义营的兄弟就这样眼睁睁的死光了，全军覆没，就你一人活着？我不死，就是要回来见你江大人。你们几个人啊？800。再给我800，15日之内我攻下舒城。军中无戏言。10日攻下舒城。好，我再给你1500金兵，但是没有军饷啊。不要军饷，攻下城一半的东西归我。庞青云，你字陆山，就叫山子营吧。谢三位大人。你在赌？你看我帽子，拿800条人命在赌。打仗本身就是赌。我不赌，这1500兵是成功的家底，打没了，成功在朝廷说话就没底气。你如何才肯出手？我的兵只给你壮声势，这是你唯一可以赢的机会，不然魁子营永远都把你踩在脚下。大哥，都是坏的。对面有200支洋枪，仗很难打。要赢，只有一个办法：豁出去，破他的枪阵，贴过去，跟他斗狠。兄弟们！告诉他谁最狠！我最狠！两军相隔300大，火枪的射程是200步，弓箭只有100步。我们要有200个兄弟冲在前面，弓箭手紧跟其后，再冲200。听到枪声，不要躲，继续冲，拼命的贴上去，为弓箭手赢得这100步。很多兄弟会死。我去。有谁跟我去？愿意去的有安家费，死了2份，活下来3份。能发财还不去啊？是爷们就放个响屁。来啊！妈的，豁出去了！回去，别回去，送我一个。我去金书城。上前上将上将们，金书城上前上将上将们，上前上将上将们，上前上将上将们，上前上将上将们。寡众悬殊，
胜负已分，天浩道，投降便可免你。Thank you.
真的要死在这儿了。我们纳了投名状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说得对，你死也不拿个垫背子，下一个算一个。冲出去！杀！疯子！八百人竟然把五千人给搅乱了，有的打，我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站住！冲！李大人，庞青云也算是个福将。庞青云，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啊。算你押宝押中了，书城一战闯出了个名堂啊。庞青云，再给你五个营的兵力怎么样？我在锦上添花，罗大山在，今后归你调遣。谢大人。庞青云，有个魁子营的老朋友在等你。何魁在。参见大人。庞将军，久违了。既然是老交情，那就继续联手，你攻城，他接防。他来了，我们怎么分啊？狄大人，陈大人，不会有意见吧？我怕他跑得太慢，追不上。先取苏州，再打南京，怎样？他们笑什么？南京是敌人的心脏，欲破南京，先取苏州。仗打完了，他们赚什么？他们是不会让我们打苏州的。那我们打，他们管得了吗？安插魁子营，就是为了监视我们。
武，小武，小武啊！小武的心，小武啊！小鸡，小鸡，我的儿啊！我们不再是土匪。他说，土匪只为自己兄弟去杀人，而英雄却可以为别人牺牲。我想当英雄。你瘦了。大哥说，这一走三年就回来。我知道，你不喜欢这里。等打完了仗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过日子。那大哥呢？在村外睡，他说不进来了。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。记住，兵不厌诈。是是是。让兄弟们逍遥三天，抢钱抢粮抢娘们儿。出来吧，仗已打完了。出来啊，出来吧。别害怕。没吃东西吧？没吃东西吧？饿不饿？小姐，看看，快搭把手啊！我走了啊。
藏那个。走！干嘛？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怎么了？兄弟们去！二五哥，兄弟之防！二五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奸淫民女，进城抢三天，这是规矩。从今天起，这种事不能在我们的军队里发生。二五哥，跪下！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呀。以前是匪，今天是兵，匪气不改，什么也做不成。如果我们再这样做，跟魁子营那帮畜生有什么区别？规矩总有开始的一天，就是今天。我们刚刚杀了那些女人的家里人，毁了他们的家，你现在反过来保护他们，那以后有谁来帮你卖命？大哥，你听我的吧，你看他们走了，用不着杀头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在干什么？赶快算冤错！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不敢了。狗子，我听不到啊！再说，狗子，你快呀，快认错呀！快说呀，狗子，大哥，我们错了。他们知道错了，算了吧。从前我做官的时候，在街上看见一个捕官，抓着一个穷人，见着就打，打得遍体鳞伤，浑身是血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因为他穷。而这个穷人并没有怨言，好像一切都是天公地道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如果我做主，这种事就绝不能再发生。你们偷军是为了不让别人欺负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不光你们，全天下的百姓都不能让人欺负。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大事。直到那天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他心里的未来。他告诉我，以前不做是时候不到，怕我们不懂。我懂。住手！我能轮到你杀吗？滚开！大哥，算了吧。你们的命是谁的？谁的？大哥的。你跟我娘该怎么说？眼睛闭起来，我会很快。武阳哥，你跟我娘该怎么说？要是我能为这个未来而死，那该有多好。我一直以为打仗抢东西才会杀人，现在才明白，心变好也要杀人。我答应你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我们三个月打下苏州。哟，姑子儿，你怎么跟庞青云一样顾头不顾腚啊？几千人就想打苏州，不自量力啊。我是替陈宫着想啊，断了根又无粮草，死定了。胜负往往在瞬息万变之中，如果在这儿连下去，庞青云在朝廷一步登天，到时候我会让庞青云连回去吗？弃子对大家都有好处。Thank you.
苏州城已成死局，拱手都得死。魁子营就在城外等着呢，你还要堵到什么时候？听说有个叫耶稣的先生，每天中午都给苏州城姓黄的五张大饼，两口肥猪，随便那么一分，就能让5000多个人全都吃饱了。饼怎么分，就是分不完。猪每天都在下崽。不如我进城杀了黄文清，去的人没一个活着回来，我不许你们去西城。我去找地公，要粮，要炮。我们攻打苏州，已经是违抗军令。我对他们还有用。两位回去吧。给我粮，我就能拿下苏州，我的兵只能战死不能饿死。我求你了，大人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苏州在打仗。去魁子营。大哥，不能求他们。想不通你就回去。他们想爬进城，都说城里有吃的。不行，我得进去。给我粮食、枪炮，我们做笔交易。我不给你，苏州城也是我的。我说的是南京，仗我打，城我攻，人我死。魁子营只要站在后面做做样子，南京一人一半，我们携手进城。你甘心一辈子被那三个老头踩在脚下？
我们一定要先打下南京，让朝廷知道打南京跟何魁无关。可我们只有十天粮，所以要快，两天拿下苏州。老天真好，这时候把你送过来。保平安的。庞将军，粮食已经送来了。二虎将军进城了，说某时看到红烟，就代表他成功了。带了吗？都说城里有粮食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就得人吃人。兄弟们，吃饱穿暖，三年打完仗回家享福。现在五年了，明天卯时攻城。嫂子，
我喜欢看人的脸。苏州被围，我已经一年没见过生人了。听说这次送鸦片的是个陌生人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戒了，它只能止痛。我妻子的坟墓就在城外的小树林里，我想去看，却不能看。你能明白一个囚徒的心思吗？苏州城就像一个大牢，已经很久了。我想出，但出不去。你想进，也进不来。除非我让你进来。你的同乡，你投了亲，他跟了我。快快快快，是一锅备马送赵夫人。二虎留下话说他要当英雄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娶你。外面有四千饿疯了的士兵，你杀了我，苏州会变成鬼城，所有的人都要死。我也有四千士兵，他们将会为守住苏州城每一寸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都退下。卸下武器。投降吗？11年前，我卖了祖业，关了生意，投了太平。从那天起，投降这两个字就永远的消失了。
真的要收编他们吗？他们不会同意的。4000个俘虏，4000张嘴，你想动用多少军粮喂饱他们？大哥，给他们活路是他们开城投降的条件。苏州的粮仓早就空了，我们的粮食只有10天。叶州在打南京，什么打南京？大哥，什么打南京？奎子营集结完毕，随时都会攻打南京。
我不识字，不要给我看，告诉我哪来的粮食，哪来的？鬼子营。你为什么要跟他们交易啊？这四千人拒绝收编，打南京，苏州城就是空城，你放心把这空城交给他们吗？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四千人拿起枪就是兵。是我们兄弟要吃，你要分一半给这四千人，再分一半给这城里的百姓。兄弟们围城围了九个月，饿了九个月，你说这馒头是给我们还是他们？我不管，放粮，是吧？我答应过要让他们活着。兵不厌诈，这是战争。人无心就是畜生。二哥，大哥是对的。大凯，大哥是对的。给我杨凯。放开！
天以后，二哥再也没和我说过一句话。我难过，可是大哥是对的。你不能走，我们还要去打南京呢。你要继续看你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。他们是兵，投降了还是兵？你还记得过去你跟我们讲过什么？你说你要找个地方，让老百姓不会因为穷就挨打。你现在做了什么？你现在就在这里，杀了4000个穷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穷人，谁会去打仗？小顺子、小五子、小七子，哪个不是穷人？但他们是兵，是兵就会死。可南京城上百万的是老百姓，何亏先进去就完了。大南京，我需要你，你不要走。你一走可是兵变呢，这山子营的兄弟就会自相残杀，你知道那后果。不要逼我，谁敢动二哥，我跟他拼了。二哥千万不可以走，你走了我们这家就真的没了。二虎，何魁的兵已经出发了，如果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打完南京，我会放下刀，将来你会知道我今天的决定是对的。我看着你，你对，我跪还你；你错，我就杀了你。走。
事，一辈子都是山子营的人，只要这世界上有人挨饿被欺负，有人是非不分，我们山子营永远都在。发军饷，王小丑三两五钱，张文峰五两，王小三。二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私分朝廷军饷是重罪。我们进了南京之后，有一半是军饷，你不发，我帮你发。你们要记住，军队里面就只有一个头，这个头就是庞大人庞将军，还不赶快谢谢他？谢谢我们。再说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。继续发钱。好。王小三，三两四钱；王郎，四两。何大人，打南京你给他粮，进了南京你成要犯的了。我迟早要杀了他。一步慢步步慢呐、啊、太后要他做两江总督，那又怎么样？何奎，这回我帮不了你了。只要我们把赵二虎给拉过来，两江总督他肯定做不成。赵二虎庞青云，江湖一样弟兄三人，快点啊，大军回头。三里赵大人，仗是你打的，功劳让别人独吞，你恨吗？打不怎样，这戏里唱的是兄弟情，既是兄弟，他为什么把你锁进祠堂，让你背信弃义，任天下人耻笑？得了这把草，你我联手一了百了，共用南京。好好想想吧，赵大人。杀！杀！何将军是在为你盘算。来，打得好，他抽你两鞭子的仇好报，可你心里的恨难解。赵大人，慢慢想，不急。
你是不是在想，从宫门外走到这儿需要多久啊？年轻时候我头一次站在宫门外也是这么想啊，可等真的走到这儿，已经是两鬓斑白，用了整整30年呢。可惜呀，走不动了。小李子，太后说你还年轻，君臣相伴会长久。太后还说收复南京，庞青云劳苦功高，赏黄马褂一件，加封两江总督钦此。还不快些！臣庞青云启奏太后免除两江辖区3年赋税，修身养民。准奏。谢太后。宿州杀人，南京活人，庞大人是君子报变，果然是富国良臣呐。那是因为庞大人和朝廷不属于任何派系，才得太后的垂青啊。南京是给了你，可江大人气的是卧病南方啊，何奎又蠢蠢欲动，你镇得住吗？庞大人，我翻了翻黄历，4月初8午时上任，利民利国利己大吉。要想有所作为，庞大人，你得好好活着，好好活着。我有公务在身，告辞了。叛乱虽平，可地方督府个个手握重兵。哎，庞大人，这太后不放心。山子营带头裁军。好，庞大人跟军队做了了断，便可专心履行你的总督的事务了。你兄弟赵二虎在苏州说要走，结果呢？一呼百应，在南京又私分朝廷军饷，你山子营姓赵啊！大人，危险！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？你醒了？我醒了，可能真的是他们对的。南京根本不需要我这种人。我想回家，你愿意？我不需要了。
什么事？二爷，出大事了，奎子营要反，何奎要杀庞大人。没事。二爷。大哥。二爷。大哥。二爷。大哥呢？庞大人去了京城，还没回来。您决定了，那我去了。三爷，三爷，他们是谁啊？京城调来的御林军。红子那块说不，一会儿赶快给我铺上啊！偏听偏听，一会儿还有这个，赶紧的。哎，三爷，怎么有客人？您不知道，庞大人请赵大人吃饭，他们和好了。大哥回来了。说是下午就回来。对，三爷，为什么这府上的侍卫全换人了？赵将军，慢走。赵将军，刚才收到密报，庞大人要做两江总督，何辉要兵变，庞大人进不了城。约你到城外江湖镇商量对策。让武阳带人到江湖镇集合，走。武阳，我找二哥。二哥，去找庞大哥了。你有事瞒我，院子里多了很多生人。你要动二哥，就为了嫂子，你忘了投名状。二哥什么时候到？给我抓到时限。还是二虎的。你等我。你吓了我一跳，嫂子，武阳来与你告别。你要走吗？我送你。我去哪儿？我在等二虎回来呢。我刚给他做完了晚饭。大哥为了你，要杀二哥。不可能，不会的。你下来。我不，我要把这个纱帘弄好。你见过这么好看的纱帘吗？我都十几年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纱帘了。
我昨天在铺里还看见一个红色的，我想要绿的，也想要红的。我问二虎怎么办呢？二虎说今年绿的，明年红的。我明年就29岁了，打了14年仗，我没饿死也没被砍死，那是我命大。明年还要挂红色的纱帘，我明年还要挂红色的纱帘。闪！你不会杀我？我不介意杀我。我好不容易活到现在，你为什么要杀死我？我不杀你，怎么救二哥？你杀了我，就能救二哥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只能这么做。你从小就跟着我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的，武阳，你不会忍心杀我的，你不会的，万人乱我兄弟，你不会杀我的，你从小就跟着我，你怎么能杀我呢？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杀我的。前108个人从一个小村子出来，大仗拼命就为了一口饭吃。这就是三字营最早的兄弟，领头的就是我们三个。今天选了一个好地方送你走，我跟你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对的。每年这个时候我都请你喝酒，告诉你我这一年都做了什么。刚从京城回来，为咱们的百姓免了3年的征税。明年我保证每一个百姓都吃得饱。迟早会明白，小七狗子死的是值得的。苏州那4000死的也是值得的。你也是值得的。苏州你要造反，我本可以杀你，可是我不舍。可是现在朝廷要你，恶鬼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滚！好兄弟，安心上路。大哥，
江大人不在，真是不热闹啊！兄弟者，必杀之。
别再打了。兄弟，杀我兄弟之，必杀之。青云，庞青云是个人才，可不懂为官之道啊。南京是重镇，太后想安定天下，怎会倚仗一个外人？可惜啊，这都是命啊。古诗一道，鞭炮。将武阳师爷啊，在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结拜师的一句话：生不同生，死必同死。